最近总有人说我一传媒毕业的，普通话说的怎么还这么不标准？没事还有几句东北话就上来了，那我就想说了，我要是好好说话的话，我怕你收不住啊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啊，有啊。那你介不介意换一个？介意啊。那你介不介意多一个？我曾经荒山和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想我会飞得更高远。